大家好，我是 Elysium。 今天我们来到关丹。 Hello， 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是要来和大家分享 Sammy 呢穿了我们火电续健康裤过后带给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大大的改善。OK，Sammy，来，我们来听听你的分享。好，谢谢 Alice， 非常谢谢呢，我们的 Ruby 跟 Alice 呢，老远从 KL 呢，来到班丹帮我们做这一次的分享会，谢谢。我是本身有一个骨刺在我的颈项颈椎这一边，应该是有6年多了，应该是。之前一开始有骨刺的时候呢，在颈椎这边，每个人都知道呢是不可能可以开刀，因为一开刀呢。就一定是睡床，这是专业的医生跟我说的，是不能够，不可能，他不可能帮我们开刀。然后在这几年当中呢，我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，针灸、电疗、通骨针，我不知道在做谁知道。什么是通骨针？那如果有这样的问题非常严重的人才会知道什么叫做通骨针，而且非常专业的医生才会知道。它是一把好像枪这样子的，就是比如来示范一下，比如你伤的地方是在这一边凸出来的话呢，它是一把枪这样子的，好像人家钻地啊，你懂吗？它一直丢进去的那种痛是你们想象不到的，比生孩子还要痛。我宁愿生10个我都不要一次骨痛，是真的。哇，在这样多年里面呢，我家应该有很多的法宝，那种拱桥板调骨的啦，调整型什么骨骼衣啦，或者是所有能够帮助到你的，你都只要你跟我讲说 Sammy 这个好来，不是说钱几贵，其实很痛很难买，要用很多钱去买，但是哦，如果我有很多钱那我不要买，但是我每天通啊，你要钱还是要通。我灵验的跟我讲 Sammy 这个10多千呢，安装 OK， 来你给我 try 半个钟，我真的 try 半个钟哦，只要给我感受到真的有一点点的改善啊，我真的买。我身边有几个朋友知道他们陪我去的，OK， 有些跟我讲 Sammy 这个啊免了，安装哦，是啊，啊来这个来那个来，所以我变成好像一个 buffer 情绪，你讲什么我都会，不是我厉害很难吗，是我用过了，但是哦，几个月前我们的 Ruby 啊 ，Alice 跟我讲这个可能西裤啊，怎样啊 ，OK， 好料啊，我考虑一下，Alice， 不好意思呢，我考虑一下，不是我不可能当场跟他讲，哎，我买了很多钱的，都不能当场的吗？我的朋友吗？是不是？我只是跟他讲，我考虑先，我忙，但是之后不对劲哦，我在网站哦，我一直看人家 share。那些见证都是公公婆婆很棒很棒那些的见证，而不是说瘦身的那种效果吸引到我，我感觉到不可能，那些公公婆婆真的空陪他们做细背，对吗？一定是真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什么我都尝试了，为什么我要拒绝他？我去买，但是买了其实有一点点啦，因为我的屁股大，我相信呢，这样多的见证都能说我瘦了一点点都好了，我去买咯。结果真的是开始一直日夜这样子穿，日夜一直这样子陆续穿，不经意到今天呢，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效果，我不都屁股小而已，我的骨刺不痛了，我是很爱运动的，是比较活泼派的，可能是过度活跃症啊，活动我比较喜欢运动的，但是在因为有这样的事情了，我不能够做家务的，我的家务也要一个礼拜请他来一两次啊，我的先生也帮忙我做啊，甚至是我的孩子，因为你的手不能动，不能，因为我的这个软骨呢，有压到他的神经线。OK， 它是这样子的，我们的颈项骨嘛，一个软骨一个硬骨，软硬软硬这样子的嘛，我们才活动嘛。但是我是这个软骨它已经凸出来，然后破掉了的。就是走位的意思。对，滑出去了。对。所以顶住那个神经线。它直接压着我背后这一个很大条的神经线，导致我的手瘫痪了，已经是不能够动了的，那时候呢，我就觉得很恐怖啊，
没有想到一个骨刺会导致我一个感觉好像中风这样啊，半边没有力，半边没有力的。在医院呢做的那些物理治疗呢，是基本上睡在床，他拿那个3kg的水桶啊，吊着那个颈箱，然后一个钟头后就送你去那个温床啊，热床，给你躺在上面，等那个骨已经松开了，然后用一个不知道什么机器帮你敲敲敲，希望可以把那个软骨给打进去。其实我跟你们讲是不能够的，破了的东西就是破了的东西了，他不可能因为这样这样这样啊就会好回去的。所以当初我一得的时候呢，那个医生很遗憾这样恭喜我老公，你老婆得了有钱病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1岁3个月我的孩子被必要送去做耳所，就是因为我不能够抱啊，没有力，不能抱，完全这样不能抱，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我是左手写字的呀，怕哦练右手，我右手也是可以写字的，难看一点不了啦，就是因为骨刺的问题咯。但是穿了之后呢，我发现慢慢原来我后面的这些跟骨真的不痛哦。我现在哦还有跟我身边这几位朋友啊，每天都有去做 gym 的，他们可以见证的。而且去做 gym 我不是跑的哦，我还可以拿铁哦，可以举重的哦，好强的，好强。我自己就什么我穿了2个月多、嗯、2个月多。而且之前一直以来我穿内衣呢是要补心前面的，因为不能吗？不能，我不能的，不可能能的。啊，我朋友当场有一个朋友是帮我按摩的，我手要拿起来都很辛苦的。现在，嘿，没有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穿了这个裤子，我很老实跟你们说，不是因为它神奇，确实它有这样的科技可以帮到我们的。有时候我们不相信，但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啊，或者是我们觉得它的价格的方面啊，我们半信半疑。但是如果半信半疑，这样多的见证，为什么我们不要尝试？讲真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以我啊，我没有去买这些东西之前啊，我看一个中医要多少钱，那等下侮辱又多少钱，我就去给人家做医疗，躺在那个床1000多针呢，给人家插1000多针，真的啊，躺在那个床1000多针，给人家开店一直算一直算，很多钱我花了几千都好，都不能的，这样一个裤子这样不是买来试试看吗？其实这个哦，我可以做一个见证的，就是哦 ，Sammy 在2月的时候哦，他还打电话来问我 ，Alice 你在吉隆坡有没有认识到好的？